个人这一次非常的荣幸能够升派到苗栗县警察局担任局长的服务，是个荣幸，更是个责任。那在前局长林国清的优秀领导之下，我们警政工作奠下非常好的根基。那我会未来率领所有的团队的同仁，在既有的根基之下往更好的方向努力。在治安面向，我们希望稳固更好；在交通面向，安全顺畅；在服务面向，贴心有感，来实践我们县长永续安全幸福的渔区城市政策。谢谢大家。